Hello，Hello，应该是说，Hello，跟大家聊一下天，然后看我的频道这边，频道，其实我很少用电脑开机的那个，我电脑通常都是用来下载影片比较多的。这种安卓电脑缺点就是这个广告，你看一直出来，有好有坏，而且那种输入法中文繁体的微软注音我不会用，我只会用大意而已。以前大意打很快，所以我不太喜欢用微软注音，因为就根本打不出一两个字来。所以还是要使用那个，有时候大意跟大意输入法是以前我比较常会用的，因为以前有一个部落格嘛，金门天空那个是我的部落格，后来没有了嘛，没有的话就换撇克邦嘛，或是那个新浪，可是那也是讲真的，那个没有持久啊，就是写一阵子，写个。发个几篇文就没有再继续再发了，那个不持久。结果你看我这个拍的影片，我这个我就蛮持久的了，已经拍了1年多了。影片我觉得发拍频，我觉得拍影片我比较有办法持久一点。我总共拍了1000多个影片了，这是里面的清单呢。影片好几百部，总共加起来1000多部清单。其实我到后来只是打算做生活记录了。你看里面的内容，去台湾啊，就是每天的生活啊，你看又出来了，这我比较不喜欢的。我觉得那种电脑，这种安卓的这种微软系统跟那个安卓不喜欢用就是这样的。苹果的。对手机，我觉得iOS 系统，我觉得不错，它就没有广告，它没有任何广告。那个我使用的感觉是觉得它界面都蛮简单的了，你不喜欢的 APP 就把它删掉就好了，它就连根拔起，也不用说那个像安卓的一样还要弄那什么，弄那个。整理的那个就是清除的那种软体来清除这些不必要的那个，而且里面没有广告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打注音，它使用界面我比较习惯，嗯，只不过像这种讲真的是方便的便宜而已啦，像一台电脑，组一组加一加也16、17、18而已啊，16、17、18，真的啊，还用回应呢。有，那没吃过新剧场的，还能回应呢。讲真的，讲真的，这台电脑比不上一只手机贵，那是 iPhone XS Max 的，这是花了26G，我花那时候1年半前嘛，我花了45,500。大部分影片，大部分的那个吃美金门美食比较高画质的都用那个拍。那只拍画质真的是不错，1分钱1分货。可是拍的大部分影片就这只三星 A8 拍的，我觉得三星 A8 拍的画质我觉得都还不错，蛮清楚的，重量还是蛮轻的。所以我两只手机搭配这样互相使用，完成这个1年几个月，我就拍了1000多片。哎呀，然后有时候没有出去。去吃吃喝喝，我就拍一些生活记录、聊天呢、啊。对啊，有些跟我订阅我的粉丝讲，因为毕竟影片里的内容多元化，其实是看我们个人的生活啦。有些人生活就很单调啦，我是比较自由自在啦。可是我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时间闲钱去台湾那个啊，所以有时候没办法说去台湾吃吃喝喝拍给大家看。
所以就选择说金门有些好的店家，然后去找食物吃，然后就是等于说在地的生活的那个分享而已，大致上就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发现我的铁工工作生活有些人喜欢看，对，所以到时候我要是有一些钢材在我厂房空地加工，我会拍一些缩时摄影，然后介绍，影片介绍，这样子大家才会多变成比较不会枯燥乏味啦。哎呀，因为我的兴趣太多元化了，跑步、运动、摄影，哦，摄影现在比较少了，那个比较少了。不然我也有一阵子2、3年都很喜欢拍照、摄影，对啊，所以一阵一阵的啦，哈、哦。回应呢？不知道谁回应的。牛肉河粉还没吃过，真的不知道谁回应的。可见影片还是有人能看啊！你看，你看我的影片，你看，把它弄掉。哎呀，又出现这个，很讨厌呢。看我的生活点滴，小朋友小时候，你看，影片们够多啊。哦，哎呀，又出来了。你看，还有以前买的挡车的那个，这台20几年的。哎，你看我货车这个也蛮多人看的。你看，吃吃喝喝了，你看，生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这样累积起来的。工作分享啊，过年去玩啊，然后你看我会煮，没看到？这些都是我煮的，都很下饭呢，我觉得。太会煮不好，饭吃很多都会胖。你来看一下，我做辣椒哈，第一次做的这好好吃哦。然后过年玩这个充电炮，你看是不是？其实大家生活点滴是可以，大家的生活点滴其实也是很丰富了，是有些人不敢像我这样子剖给大家看。对啊，你看去吃火锅的，有些人比较保守啦，都是。像很多人脸书啊，什么都喜欢看人家的动态，然后不想分享自己的动态给大家看。其实我觉得看久也没什么大不了啦。对啊，你看我个通巴腿啊，你看我现在就是通巴腿啊，也没什么那个。你看我通巴腿又出来了，你看，工作的时候你看，你看到工作的时候，报名马拉松的状态，然后工作的时候吃的这个猪排。可爱的阿嬷，嘿嘿，然后这只 iPhone 的壳，OK，看，你看那时候在客厅，我夏天一样会待在客厅那边睡觉，然后打地铺，然后追剧啊，要不然这边没有 MOD 啊，无聊的时候追剧真很爽，你看，提供工作生活，你看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影片蛮多元化的了，对啊。重点是应该我蛮会讲的吧，其实刚拍片不太会讲，真的。如果你拍久的话，我觉得口是训练口才一个机会啦，真的。不管你对你的客户在聊天什么，我都会有加分的效果。像你看我对着镜头这样就可以讲十几分钟了，哎呀，不过我的想法是说，你人生经验够丰富，你历练够有。我有那个历练的，你就可以讲出这些所经历过的事。其实这种只是经验而已啊，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你会碰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对，哎呀，不是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啦。OK 啦，拍了9分钟了。OK，好了，最后要说一下，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OK，拜拜。OK，订阅永大频道哦，拜拜。哇，我讲了快10分钟嘞，拜拜。